高雄旗山有什么？有全国最受欢迎的旗山老街，更有香蕉之都美称，也曾是香蕉集蔗糖的集散地。旗山位于高雄的东北部，这里三面环山，境内大部分地形为丘陵地形，并有南子仙溪，形成有山有水优美环境，气候属于低纬热带季风区，一年四季气候宜人，非常适合居住和旅游。全境位在北回归线以南，属低纬热带季风区，人口数约4万人。由于地形南北纵走，人文重心聚集于旗南、旗甲、延平、中山路沿线。旗山老街是旗山文化瑰宝，漫步在这里，您可感受到浓厚历史氛围，品味到地道的台湾小吃，体验当地居民的热情好客。旗山糖厂也是个历史景点，旗山糖厂建于日治时期，是台湾糖业的重要见证。本案位开基八路财神庙旁，临旗南三路面宽117米，离林口交流道2公里，欢迎预约赏屋，速洽您的承办。